你们在恋爱中会吵架吗？吵架的时候，你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是，凭什么我先道歉呢？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错，不愿意向对方先低头？但是，其实，吵架是每一段感情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吧？只是有的人吵完架以后会和好如初，而有些人吵完架以后，就真的是分道扬镳了。